是陆柯然，这个月的运动 vlog， 我决定来体验一下网球，因为好像我看了一下自己乒乓球也会了，羽毛球我也会，好像唯一不会的是网球，所以今天来到就是这个网球场地找教练教教我如何打网球啊。春天要到了嘛，我觉得春天很适合打网球，对，然后运动多出出汗很有意思。这次今天就是说来体验一下网球，希望以后能 get 到这一项新的运动，所以今天就开始吧。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哦，我今天是网球公主。OK， 我要有一个帅气的那个，等一下，知道吧？今天我是什么？大声的说出来，网球公主。Let's go。对吧？啊，拍面要对着前面，很好，就身体要同时对前面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传球转身 ，OK， 可以。还是要相对身体来说要对着外侧，看了吗？我的手机，看你的手机，你是这样，我要这样，OK。然后呢，我再上脚，就跟之前一样了。好，跑跑，看我做一次，好跑跑，哎，放到这儿。然后打球的时候呢，我的拍子刚才是不是在这儿去准备的？那我先从这个地方，要随着球一起去降转。啊，明白了， okay， 明白了。擦，哦，对，擦，可以啊，好卡，好球，来，不，正常的最早要30节之后才可以去打，那我现在放第一节课。网球体验感非常棒，春天很适合打网球，好快乐。下期大家想看什么呢？那我再想想我还有什么运动可以介绍一下。
拜。好的，那个。